佢哋系香港动植物公园嘅合唱团合子园，仲有公园嘅台柱婆罗洲猩猩。冇见面一段时间，大家有冇挂住佢哋咧？受到疫情影响，动植物公园嘅哺乳类动物区暂停开放，呢一班反斗猩少咗机会同游客见面。动物饲养员就绞尽脑汁设计玩具，氹佢哋多做运动。咁我哋会钻一啲窿啦，钻一啲窿嘅时候咧，就喺一窿里面咧就摆一啲佢哋中意嘅食物，佢闻到阵味系里面有嘢食嘅，咁佢自己就会系点样去转动个波，将嗰啲食物咧就喺个波个窿嗰度咧就转动翻出嚟，就刺激佢嗰个思考。咁我哋会用啲花生摆喺里面，比较深少少嘅，变咗佢要攞嘅时候咧，咁变咗佢好多时就话好灵活咁用到嘅手指尖嚟攞嘢食。呢样嘢做到我哋嗰个要求，等佢手指都会灵活啲啊。疫情期间，动植物公园采取严格嘅防疫措施，希望只只反斗猩都身体健康。动物饲养员进入笼舍之前，需要着上保护衣同埋消毒鞋履。等阵先，嚟阿 B 啊 ，B 俾我探下睇下先，乖。36.1嘅，亦都会配备探热枪监察动物嘅身体状况。行埋近啲再睇下佢哋嗰个五官啦，眼耳口鼻啦，有冇鼻水啊，或者眼水啊咁样，或者我哋都会睇下佢哋嗰个四肢灵唔灵活，有冇损伤，同埋睇下啲趾爪灵唔灵活，同埋有冇发肿啊，有冇骨折啊嗰啲。咁跟住最后我会睇埋佢个胸腹啦，呼吸嗰度会唔会紧张啊？有时佢紧张咧就咧佢系呼吸得好快嘅，同埋个毛色柔唔柔润，防唔防水啊？呢样好紧要，因为当佢啲毛色系柔润防水嘅时候咧，证明佢健康咧就非常之好嘅。喺动物饲养员嘅悉心照料之下，公园增添咗几位新成员，例如面顶蛹猴就生咗猴子 B B。咁我哋开心啊，因为佢系属于一级濒危嘅，咁佢都能够喺我哋个公园里面咧 B 零到，即系话出到世咧，我哋啊真系一个好大嘅鼓舞，对啊，同时觉得即系话佢哋，咦，原来唔系外国月亮嘅特别圆嘅，我哋同时都可以做到呢样嘢，因为我人我哋唔会骚扰佢，食物要俾啲好啲配合到佢嗰个刺激到佢，俾多啲蛋白质佢，同埋就喺个环境里面，我哋种一啲佢中意嘅植物，刺激到佢嗰个野牛嗰个 B 零嘅繁殖嘅时候咧，咁令到佢可以生长。而公园员工在疫情期间亦都会加强清洁和消毒笼舍。